曹操刺杀董卓，称王导致三国鼎立之事，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提起曹操，大家都会想到奸贼等反面形容词，因为在小说和电视里他的形象总是负面的，而这一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那真实中的曹操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不能单纯说是好人或者坏人，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下面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从东汉刘氏政权的角度来说，曹操就像一个无赖奸商，依靠汉氏品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他自己的公司扩大经营，且从没缴纳过加盟费和广告费，甚至还移花接木将东汉的牌匾注册成了曹魏商标。以这个角度而言，曹操的行为完全是无赖经营的恶徒奸商。就结果而言，曹操把持东汉政权，并直接导致后来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让权，此种篡权夺位的行为，在东汉皇室以及全心全意效忠东汉政权的人们眼里，完全就是窃国大盗，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人说东汉政权早已名存实亡，曹操不过是顺势而为，这个观点不敢苟同。即便东汉政府腐败无能，政权名存实亡，但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如若没有东汉政权的金字招牌，他很难做到。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幸读过《三国演义》，而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曹操是一个坏人，不折不扣的坏人。而在上中学的时候，又认为曹操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坏，他之所以这样，肯定有着他的原因了。而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才明白曹操是不折不扣的奸雄。但无论如何，曹操似乎和绝对意义上的坏人不沾边，因为曹操终究只是曹操而已。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军阀混战，饿殍遍野，遍地饥荒，社会经济和秩序跌入谷底，人民生活凋敝，大城市无人居住，田地无人耕种，百姓流离失所。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曹操横空出世之后，迅速结束了这一切。与北方百姓而言，曹操的出现百利而无一害。曹操散尽家财，招兵买马，南征北战，灭陶谦，降张绣，讨袁术，败袁绍，征乌桓，领地不断扩大的同时，在他治理的管区之内，兴修水利，大搞屯田建设，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他曹操，还会有张操、李操、体操，不一定就会非要他曹操。但就结果而言，毕竟那个人并没有出现，唯独他曹操率先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也正是因为曹操，保证了北方百姓没有被乌桓、鲜卑等其他外敌入侵滋扰，甚至可以断言，正是因为有曹操的存在，才没有让五胡乱华的悲剧提前100年上演。所以说，从当时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曹操犹如英雄般横空出世，平定战乱，百姓归心，使得人们安居乐业，进入正常稳定的社会生产秩序之中。就此而言，曹操的存在善莫大焉。很多人都认为曹操不应该称王的，曹操就应该一直孝敬尊重汉献帝。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汉献帝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配让曹操尊重他了。曹操如果再义无反顾地尊重汉献帝的话，也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曹操如果什么事情都把汉献帝放在第一位的话，自己手下的那一伙臣子也会把汉献帝放在第一位，而这个时候汉献帝是明显不服曹操的。就这么一个情景，就这样一个背景，如果让汉献帝和曹操两个人和平共处的话，根本不可能。两个人当中必须分出一个高一个低来，曹操一旦自己将自己低一头的话，对于曹魏来说将是莫大的损失。曹操是个好猜疑的人，但我觉得优点盖过了缺点。有记载可知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宽容之人。陈琳写檄文从曹操的祖宗八代骂到他爹他娘，被俘后曹操并没有杀他，反而还给他官做，他更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非常爱才，更爱学习，势力很多不再赘述。自古以来，帝王以御势得天下，将相以借势得长久，商贾以夺势得富贵，常人以富势得平安，皆是得势失势之玄机。对势的关注许多人是缺乏的，对势的认识和作用多数人是模糊的，对势的掌握和运用，掌权者需要，普通人同样需要。这是势胜学给予世人的最大警示，是与人们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有权力的人要造势用势，遇事无权力的人要度势借势富势，富贵之人担心失势，平民百姓期盼得势。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言归正传。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想过刺杀董卓，那曹操为什么刺杀董卓？
曹操最开始刺杀董卓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很单纯，就是帮助汉献帝匡扶他的汉位。但是阴差阳错之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了。但也自此之后，曹操开始留下一个传言，自己梦中好杀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敢刺杀董卓，自然而然的也就有人敢刺杀自己。刘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曹操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着无限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汉献帝重新掌握所有的权力。但是历史再一次证明，曹操错了，不但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因为当时的汉帝国已经腐朽没落了，所以自此开始，曹操改变了自己的原有步伐，开始想着一统天下。既然汉献帝不能当皇帝，或者说不配当皇帝，那就只能由自己来了。曹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边还有很多敌人，忙来忙去也就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三国谁也动弹不过谁。曹操这个时候才明白了，如果一味的推崇武力是不行的，只能养精蓄锐。紧随其后，曹操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安民政策，这次开始筹备开展了新一轮的旅程，只不过最终被司马懿包了饺子。关于曹操这个人，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最为让人敬佩的是曹操敢说别人不敢说的真话，敢为了正义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一点恐怕就是我们当代社会里也没几个人敢效仿曹操。打个比方，某个大领导的叔叔因为嫖娼被你一个当地小公安局的局长给扫了，大领导通过秘书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你放了他叔叔，你身为一个小小的局长，敢为了正义而去得罪大领导吗？你肯定是不敢的，除非你是不想再仕途混下去了。我们不敢，但曹操敢，而且他就那么做了。当年曹操身为首都洛阳市的公安局长，因为大太监简硕的叔叔违反了宵禁法令，被曹操直接用五色大棒将其打死。在正义和权贵之间该去如何选择，曹操为我们做了榜样。曹操治天下时官员廉洁，用人方面主张唯才是举，在那个非贵族不得入仕的时代，曹操无疑是一股清流。他求贤若渴，曾三次下求贤令，广招天下贤才，即使那些出身低下者也会因为才能优越而得到重用和提拔，这是曹操后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最大原因。不只是21世纪，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曹操自己不仅是一位人才，他更像一个收藏家，网罗天下贤才。对比之下，我们这个无礼寸步难行，不送礼就难以提拔，不同流合污就会被集体排挤的时代，曹操如同是一面镜子，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照得一清二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毛病，是人就是有缺点。曹操是人不是神，自然也难以避免做错事情。曹操之所以被描绘成反面角色并不是没有原因，除了篡汉之时，他有一些事情的做法常常为人们所诟病。他曾经滥杀了一些人，例如那个因为粮草不济被当作替罪羊杀掉的梁关王后，例如仅仅因为对曹操有所不尊重的一时的杰出人才杨修，例如因为不喜欢曹操而不愿为他治病的一代神医华佗，还曾因为父亲曹嵩和哥哥曹德被陶谦杀害，而在东征徐州陶谦的时候选择了屠城这种极其残忍的做法。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曹操是一个政治家、权谋家、文学家，事实上曹操的军事能力更应该是他最不容忽视的才华。曹操熟读兵法，用兵自如，千变万化，出其不意，只可惜赤壁兵败，错失统一天下最好的机会，让后人唏嘘不已。总体而言，以东汉末年的社会腐败、政局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而言，曹操的出现无疑成为了北方百姓的救世主，这一点完全可以给曹操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但是曹操篡汉夺权的所作所为又的确给后世人们产生了极其负面的不良影响，例如后来的赵构残害岳飞，崇祯杀害袁崇焕。我个人觉得在这两位帝王的脑海之中一定或多或少受到了曹操的影响。曹操篡权的故事历历在目，任何一个时代的掌权者都不希望某一个功高震主、伟大不掉权臣会像曹操一样威胁自己，甚至颠覆自己的政权。但是在皇权与百姓的利益之间，孰是孰非、孰轻孰重呢？相信各位自有判断。无论如何，曹操也称不上坏人，当然他也称不上好人。对于曹操这个人的评价，不能从单独的某个角度去分析，他身上有缺点，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优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烂到骨子里的时代，
如果曹操那种不畏权贵的精神彻底消失，我们的未来将会令人担忧。